高级度假村星野集团是北海道的唐妈们，每年五至十一月就是云海之神，坐13分钟缆车就去到云海平台。只可惜七月当时天气太好，只是见到稀薄的云海 Cloud Bar、 Cloud Pool 连 Cloud Bed 都跟我们没缘了，唯有去山顶邮局寄明信片，用特别版的邮签来做纪念啦。但加上主题的饮品都弥补不到看不到云海的遗憾。好彩酒店有云做主题的 Suite Room， 有超得意的打卡位，想吊篮凳上面就好像浮在半空那样，但 Jacuzzi 有特制入浴剂，做了很多泡泡出来，还有很多云形的小道具，例如衣架、入浴剂、曲奇，吃完用干冰制造云海效果的晚餐，现在就满足了。